牵制这个野猪真的很赚，很赚。对，我房子吃掉你野猪，我还有头猫手。对，它前期也可以作为一个变相的采集器，也可以赚分。消耗嘛，无论起手是先手后手都有优势。是的。小陈这里一个翻卡的意思就感觉是你念哥赶紧来给我打正面，我们不要来打这个防守战，我们直接打正面的进攻。是的，来看一下今天 Nova 对阵到 GO 的第二场 1v1 的对决，由小陈来对阵到东发力量。然后再捅了 Sparrow， 这个捅丢的非常心机，直接没抓到。I think it's Select 丢了一个靠国王塔内侧的。是的，小陈这里感觉有点像一个墓园的感觉。那滚木交掉。防火老大，哎 ，no， 有大边，哎，老边，大边，小边，这个是 ，let's score， 这个广播的收益还可以，是的。哎，这个头应该能抓到。哎，抓不了了，没有滚木了，只能拿头猫手接这个黑王。那力量哥这个桶的时机也太好了，直接要破塔了呀，都见底了，见底了。是的，公主。这个应该是优哥带火箭的一个桶，是火箭桶，然后公主，一个公主一个新卡吧，我感觉是新卡吗？对，有可能，但是感觉新卡可以替代一下黑王的位置，他可能是想多增加一些这个肉盾吧。这里是带了一个火箭，直接把地龙打掉，还能蹭一下夺塔。奈罗夫死了，直接交毒了，小兄弟。没办法解这个公主啊，其实他这边很难受啊，滚木桶对吧，就你滚不滚吧，是吧，你不滚的话我桶就来了，就是你滚木团火桶公主都得用滚木解，你怎么跟我玩。这里黑王还抓到了这个矿工，小陈这个进攻手段太单一了，只有桶一种，但是太容易只有矿工，对对，只有矿工一种。这里的话诺克巴力量他就滚木可以随便交，是因为他又不怕你这个有还有其他的卡。嗯，这里就右路已经斩杀了，这黑王还直接，哎呦，这感觉这个墓碑放的有点送废的感觉。是的，他没办法，他不想让被斩杀嘛。肯定是这里没有滚出来，这黑王团火怎么防新卡防御，然后冰激凌挡住这个地狱龙继续丢桶，压力太大了，对的，不断的双线防守啊，是的，永远是防守的那个人压力最大。感觉小陈没有机会来打出输出啊，是那个火箭斩杀。而且这波公主下左路的话，你矿王不可能去挖左边，你必须要右路来打输出的。黑王直接先下，哇，力量哥的细节确实很完美。是的，他分团火配公主去，但我就可以丢一下新系统吧，直接不要了。原来是有一张新卡在手上。哎，右边的话地狱龙摸进去了，但是应该打不出伤害。这个毒药根晚了一点点，不要解太慢了。是的。那么恭喜两个，是的，拿下第一场比赛。小陈带的这套卡的话还是偏单核了一点，是只有一个矿工去挖，而且完全是他防守不住对方的茫茫多绿色的杂毛。是的，手段太过于单一是小陈这一个卡组的劣势所在。对的，而且确实亮哥这套用得很稳呀，就我们一直在看到他这套。对，而且小陈他这个滚木不好交，你如果交给桶了，王子团火又来了。嗯，交给团火，交给新卡，我直接丢桶了。是，对，还有个公主呀。是的，公主的话只靠毒药，矿工，矿工会好一点。对，矿工因为是毕竟是个赚费的嘛。是的，亮哥好稳啊。这套我们看他用了好久好久了，对的，只不过现在是出了一个这个稍微改了一下，对，陆林团火把它改了，对，包括昨天的比赛也是很多选手都在自己非常常用的卡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一些，比如说24也在20套里面带了一个完全就是昨天的比赛用的陆林团火用的比较少，对，很少，今天的话都用上，是小陈这边也是和诺发力量一样，都是带了陆林团火之后，感觉没有没有特别到一个，对，主要我觉得是是核心太少吧。嗯，对，我感觉这个比赛上面，特别是面对于像这个力量哥这样的选手，一定要跟他打多核。对，他只要把矿工其实换成蹦迪，我觉得都还这个就有机会。对，这个就有点像刚刚的那套卡组去打这种。就是蹦迪套去打，对，因为力量哥的防守基本上是密不透风，是的，是。就矿工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比较自闭一点的卡，就让你打满伤害，就四百血，对，无所谓的。滚木，这难道小陈带连弩了吗？一张牌其实也不好说，因为连弩打那个桶还挺好打。
啊，那力量哥换了，换了个猪。看他这个，哇、哦，凶啊！小程序有一些失误啊，你看他那个机甲和放一起了。对的，应该是就是顺手直接点到一块了。是的，对的。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小陈这个时候要放松心态，因为对于自己来讲，放松心态当做一场普通比赛去打才会更发挥更加出色。就当兵可以平时在打天梯嘛。像洛克巴利亚这里他也换卡组了，是换了一套那个猪。这个猪没怎么看到过，而小陈这里是带了一个石头人，这个滚木没有滚好，没有把木木给滚掉。机甲猪，五零。打烂裤子，哎妹，八点。这个滚木就无所谓了，是因为你不是猪头的猪头啊什么的。直接用一个无非防守。对。好，他把球。而且他清场。管听。也不是特别好，就是一个美美防守。机甲怎么防 ？Hello M。Hello。是防了吧？卖了，感觉。对。三下没有，差一点点。这小骷髅啊、哦，还好。能不能隐身？看到一刀。如果你过来卖力，这一波机甲的话，我得了过来卖力就可以了。对。哎，小陈，他这个石头人他不好出，他只要出石头人，力量。不要狂神龙哎！狂神龙哎！这里下心塔，桥头，桥头抢血。哇！哎呦！不回，再过剑手，铲飞龙。好，是这样。力量哥这里还有一张牌啊！哦，操！什么感觉还是一个牌？哦哟，这插到了一刀，是的，这里石头人下难道是个大皮卡吗？这如果是大皮卡，那就克中克。对啊。继续下野猪给。还是他那个防猪上的话。No land poison。这右路防不住了，其实。对啊，就无限的去跟。都带走了，两张被扣了。还好一点。还在。想办法出一点单位，是的，这太想防御了。哇，这个桃子老大又砍了三下。啊、这个这一波石头的话，能不能进去打出一点效果呢？十五秒钟的时间对于石头来讲太久了。是的，主要是没有后排的一个进攻。对。那这里还带了一个电法，那么可以提前恭喜力量哥，在这一场英语战斗中以二比零的比分胜利。大比分来到二比一。查理，查理，尝尝试这道卡组是这个模式。我刚想说要抄一下。查理，查理，还没有给你抄的时间就结束了。是的，一定要抄一下这道卡组。确实我们看到他这个攻防有序，对，他自己的这个陆林团伙每次桥头下的情况之下的话，还是能够抢到很好的一个节奏的。是的。然后，但是这边其实就这套卡组而言的话，我感觉小陈这套卡组，首先是石头人没有任何的节奏能够带出来，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在防守上防猪的时候，即使是有一个墓碑在，但是他的。